点时评：大陆网络自媒折射智商。作者：裴逸然。播讲：夏秋年。本文于《易报》首发。作者裴逸然是学者、作家，前中文独立笔会会长。《易报》编者按：中共一党专制发展到习近平的个人独裁阶段以后，对舆论控制更加严密。一方面，不利于中共的信息。 不但删帖封号，甚至以寻衅滋事为名把作者逮捕判刑；另一方面，指鹿为马，改写历史，歪曲现实，并鼓励各种仇外言论，于是造就了一大批无脑网红、战狼博主。但谎言总有被戳穿的一天，谎言越多，中共彻底信誉破产的那一天就越早到来。下面是这篇评论的正文。如今自媒体时代。 人人都有话筒，都可自播新闻。各路网络自媒既是一道道风景，也是了解民间真声的一扇扇窗口。大陆网络自媒重音纷杂，为老小粉红分贝犹高，放送的歪腔歪理令人瞠目结舌，甚至播报一厢情愿的假新闻。不得不感叹网络防火墙金盾的效力，主义硬比导弹大炮厉害。 拧歪思想、封闭信息，比什么都有效，让你一张口、一迈步就紧跟党中央，自觉保持一致。大陆网络自媒中一坨坨老小粉红，既是结结实实的社会存在，也是中国民主转型必须疗救的赤商。认清其存在，捋清其机理，溯溪其孕育，民运界应予关注的一角。扫描与分析。一。 新冠疫情肆虐，美国一网百万，某一中学微信群竟爆出热烈欢呼，还有人附和点赞。最好美帝国主义都死光光。其他反美停供微信帖，每日一唱，唱衰美帝，唱死美帝，严防大量美国人偷渡我国，一定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。稍有常识的中外华人，除了哈哈大笑，接下来都心情凝重。 毫无人道底线，如此爱国，经济居然可以畅想。美国人会偷渡中国，只能说中共以民族主义抵御普世价值，见笑了。二，某段视频，一位女青年在长沙毛向前含泪演讲，必须感恩毛主席决定的抗美援朝，为新中国赢得宝贵的和平建设时间。就这么倒拧逻辑，指黑为白。 韩战真相及对中国的巨大伤害，可浓缩为两句话：金日成首起战信，中共的抗美援朝纯属自杀式硬出头3。三，二零二三年十月七日，哈马斯阿克萨洪水发射五千火箭弹，残杀一千四百名以色列平民及少量边防军人，奸虐犹太妇女，是非如此判然。大陆网络自媒仍冒出一批哈粉。 国内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专门发布跟踪新闻热点的动漫新番，用户平均年龄二十二点四岁。一青年扮成哈马斯军人出镜，头箍绿条，胸贴八旗，支持哈马斯民族解放，浑然不知触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错误，连谁是这次以哈冲突挑起者都弄不清，基本是非不分，还混充网络义勇军。四。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一条微信新闻：以色列撑不住了，以色列主动请求停火，哈马斯强硬拒绝。当哈马斯伏击以军一支小分队，二十五日一条微信欢呼，似乎战场上还是哈马斯占据优势。哈马斯史诗级的胜利，以军遭受史上最大伤亡，将以军推向沉重的战败之中。哈马斯逐渐建立势不可挡的形象。 同时也在巩固其在巴勒斯坦国内的领导地位。明明以色列占压倒优势，哈粉硬就倒过来挺哈，好像以军反而不行了。五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甘肃积石山六点二级地震，死亡超过一百三十人，伤千余人。也有微信帖，怎么没震到日本去？不少跟帖，赞成，十万个赞成。 如此爱国主义可以压倒人道主义，培养出如此这般的粉红，能不关注这片国土的土质吗？六，二零一六年日本大地震，某地一家饭店开张，拉出横幅，热烈庆祝日本大地震，凡是进店消费送啤酒一箱。利用民族主义抵御普世价值乃中共定策，终于沉淀至社会底层，利用民族主义打广告做生意。 一九九零年代，海外思想界就有人警告中共会打民族主义这张牌，以东风抵御西风。果然，七伟人成了毛泽东的专称，金三胖得到朝鲜人民的真心拥戴。混乱、恶俗、歪拧，自媒体新闻成了不负责任、大尺度失真、鄙夷轻蔑的代词。这是为什么？正在表层，根在骨髓。 中宣部的各种声音都能从大陆网络自媒见响回声，跟着颠倒是非、罔顾事实、歪持标尺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他说不出。如中共政府指责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，发动对外战争，引发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，大陆网络自媒便跟着发声：美国需对全球各地冲突负责，什么事都绕着、归着、缠上美帝。 俄乌战争拱火，巴以冲突推手没摁住以色列，似乎只要没了美国，世界就太平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得承认，从毛时代就开始的隔离中外信息的金盾，奇效奇力，硬是显著呀，硬整出一代代自干武，烘焙出一批批价值歪斜的社会主义新人，缺乏最基础的人文理念。更令人吃惊的是。 欧美一批白左老外因只接受中共的放送，至今仍认为文革好得很。二零一六年纽约新学院印度中国研究所主题演讲：“什么是文化大革命？”主讲者是著名文革研究者徐有余。纽约一批白左约集到场，接连提问：“徐教授，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很好，为什么你要说文革不好？”一批老外白左。 享受着欧美丰裕的物质生活与言论自由，随意批判西方制度，指骂总统，却向往中国红色暴政，追慕文革，可爱乎？可恼乎？结语：中共靠宣传起家，一向重视舆论，深知信息决定判断，控制信息就能控制判断，绝不会拆卸网络防火墙金盾。中共有言：认识上不一致，行动上如何一致？ 而保持认识一致，第一关口就是信息一致。中共的所谓四个自信，色厉内荏的自嗨，真正底牌当然是四个不自信。反着理解中共的声音，国人早已具备的社会经验，你懂的。说到底，金盾阻断的是信息，更是真实真相，就是要以默写的谎言遮盖血写的事实。否则，为什么要斥巨资阻隔信息？ 为什么对民众遮掩捂耳？为什么不让国人欲闻真相、听到真声？为什么要用民族主义抵御西风？一个不敢面对真实真相的政府，还能有什么道义自信？切断中外信息交流，还能撵上日新月异的欧美科技与人文发展吗？全文完。